四川的第二大平原。现在从北京到郑州，然后到陕西西安，到成都，然后到西昌，就这条高速公路，你总会往左还是往右嘛？直走，直走就走到那个烟囱那里去了。都走到这里来，你还那个矿产企业的水啊，也到了里面去。这边对这环保呢都不是太注意啊，所以那里面呢都成一种叫做富营养化了，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元素太多了啊。然后呢，那里面的水稻啊在平原上啊这一块呢，因为平原地方啊，看起来两边的就有床、有电视机啊，有这些基本的东西啊，基本的东西。那外观呢？还做，有的涂成同样的颜色，或者做成统一的这个化妆装饰，这个呢是政府统一出钱给他们做的，一些形象工程呢。挖倒了。刚才吃西瓜太冲动了，哎，才吃到一块呀、就把嘴挖到了。要清楚啊，黄土过河，个人一脚就下来。射月，这个四川境内的第二大海洋啊，琼海。树花香，